好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第一章第一大节里边的第三小节，关于我们什么呀？EA42-1030施工临时的什么呀？临时用水。那么临时用水呢，在我们的2016年考过一次案例，管径的计算啊，所以我们再一次出到管径的计算可能性呢，微乎其微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临时用水，在我们2013年考过一次案例，16年考过一案例，17年考过一次多选。所以，我们18年，我们对于临时用水这块预估的分值大概是多少呢？0到2分，也是最多呢一个选择题啊，就是一个选择题。因为我们新年教材呢增加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呢增加的内容呢可考度比较大。那么相反，那种刚考的，那自然而然可考度呢就相对说比较的小啊。那我们临时用水的话呢，相对说只讲这以下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讲解。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关于我们临时用水管理里边的内容。首先，我们看双块一，我们计算临时用水量，那么要说到是什么呀？临时用水量包括什么？包括哪些呢？包括五个啊：一、现场的施工需要用水；二、你的机械需要用水；三、现场的生活需要用水；四、你的生活区也得要水；五、你的消防也得要水。所以我们在计算临时用量的时候，是五大部分的水啊，哪些五大水呢？现场的施工你要水，机械你要用水，现场的生活你要水，生活区的生活也要水，而且还什么消防也得什么也得用水，而且在这些水考虑完成过后，你还得注意什么？我们在水的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损失，所以说我们需要考虑什么呀？使用过程中的水的损失，把这六个方面考在一起，这才是我们总的用水量。以我们总的用水量，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我们五大用水加上什么？我们的损失啊，就好比我们用沙一样，我们不是说买了一吨沙，我们拉在现场来了，经过了，比如说拎过了什么30公里，我们把这个沙拉运过来了，运过来过后还是一吨沙吗？不是的，因为我们在运途过程中会有损耗，对吧？可能拉买的时候是一吨，拿过来就不足一吨了，对吧？所以我们要考虑什么？要考虑总的，你的损耗呢也得要考虑进去，对不对？这我们第一个啊，你要知道临时用水量包括什么量啊？包括什么？包括哪些啊？再往下看双框，我们确定供水系统。那么供水系统包括什么啊？这个可以考一个多选题，当然也能够考到案例的疑问啊，一小问。那么供水系统包括什么呀？包括我们的取水的位置从哪取啊？还有什么？取水的设施是什么？进水的设施、注水的装置，还有个输水管、配水管、配水管的管网。末端和配置，供水系统应经科学的计算和什么设计？这是什么？我们的供水系统要包括什么啊？这两个内容啊。那么我们第一个临时用水量包括什么？你作为一个选择题的备考点，而我们的供水系统包括作为一个案例的什么问答题一个备考点。好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第二个考点。第二个考点是什么？关于我们的供水的设施，同学们双块，我们管线。穿路处均要套一什么呀？铁管。我们比如说下边是一个管线，那么这个管线要穿过这个路，比如说这块是一个路，那我们管线是不是埋在地下呀？我们埋在地下的时候，比如走到这儿的时候，那么在什么？在这个，在什么？在这个地的下边这段距离要什么呀？要穿管，哎，要穿管的啊，这块是要穿管保护的，穿什么？穿铁管，而且要埋入什么呀？埋入这个地下多大呢？埋入地下0.6米处。哎，你不能埋得太浅，太浅的话呢，因为机械在上面压，那么这块呢，它的力比较集中，有可能把这块给压碎了，不好。所以我们要埋得深一点啊，0.6米处，以防什么重压啊。接着再往下看双块五，同学们，临时的室外的消防给水干管直径不能小于 DN100，DN100 说什么呀？是我们的干管的工程直径。也就是我们用在室外的消防的给水管道的话，那么它的干管的直径最低是100个毫米啊，100个毫米。再往下看，消火栓的间距不能太短了，120，就是消火栓与消火栓之间的距离不能拉太远了，要求呢在120米的范围内，而且要求我们消火栓距拟建建筑的距离应该什么呀？大于等于5米，小于等于25米。你看，不小于5米，不宜大于了25米，那就是5到25米。要求我们的消火栓离我们拟建建筑物呢稍微的远一点啊，不能太近了，你不能设置1米。
那因为很简单啊，因为一旦发生我们拟建建筑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呀？通过这个消火栓来灭火，对不对？好了，如果说挨得特别近，比如说你的泥人在这儿，我的消火栓在这儿，就一米，那么我们火势的时候，它会顺着什么呀？就会出现蔓延，有可能把这块什么消火栓直接呢就在包裹在火焰里边，你根本没法什么，没办法灭火。所以呢，要求什么？距离稍微远点，多少呢？五米。主要保证什么？保证我们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火焰呢把什么蔓延不到或者覆盖不到什么呀？这个消火栓这儿。另外一个呢，你也不能太远了。你比如说我不能搞100米，那太远了吧？因为我们消火栓里边有消防水带，我们消防水带一般情况呢至少的是25米，对吧？所以我们一般以25米为一卷，所以正常情况呢就大概在25米，这样的话一卷就够了，对吧？不然你还得接，对吧？这第二个的啊。而且要什么？消火栓距路边的距离不应该大于，对吧？不应该大于2米。比如这是个消火栓，对不对？那么消火栓距我们路边这块不能大于2米，要怎么样？小于等于2米。我们因为有消防车在这儿来的时候，那么如果说距离太远了，消防车够不着你这个消火栓，对吧？好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第二章的第一大节的项目组织管理里边的第四个小节，关于什么呀？环境保护和职业的健康啊，关于职业环境保护与呢职业健康。那么这一小节呢，在我们12年出到过一次案例题，13年了一个案例一个多选，14年了两个案例。啊，两个案例，15年一道多选，16年一道单选，17年了两个单选，一个案例。你看，17年考的相对来说比较的多啊，考了6分啊，考了6分。所以，我们这一小节呢，我们基本上从12，对吧，到17，每年都考。那也意味着什么呀？我们2018年这一小节呢，也一定会考，只是分值的多还是少而已。那我们这一节预估的分值大概在哪？2分左右，就大概在一个多选题啊这个时间啊。那么，我们这一小节呢，主要围绕着一个考点来进行讲解，关于绿色建筑的评价标准啊，对于我们职业健康还有什么环境保护这块呢，比较的简单，大家呢通读一下教材，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我就通读一下环境保护，比如我要水排水，对吧？我知道一些污水，我要没经过沉淀，没经过处理，我不能排，对吧？不能排入什么呀？市政管网，不能排入河，排入什么河里边去，排在池塘里边去，不可以。有毒有害的废弃物，我不能什么呀？不能作为土方回填。我有些刺激性气味，对吧？或者产生有毒有害的气味，我不能什么呀？焚烧。包括我们一些什么职业健康也好，比如说我们什么，我们这样，比如说我们这边，在我们工地上有什么？有食堂。那么食堂里边，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员工有什么？有健康证呀、啊。我们这些餐饮单位有什么？有他的生产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就不用说，比较简单啊。对于我们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这块部分内容呢，你可以直接把这教材里边这小节通读一遍就可以了。我们作为选择题考的呢也比较简单啊，所以我们主要围绕着这个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这个呢，是我们今年教材呢增加的或者呢改了一部分啊，我们围绕它来进行讲解。那我们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绿色建筑评价标准，那么这里边首先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叫做四节一环保，哎，四节一环保指的是哪四节呀？节能、节材、节水、节地，这叫什么？四节一保叫什么？环境保护，这叫四节一环保啊。那么四节里边可没有一个叫节电的啊，没有节电啊。再往下看，双块大写的一，绿色建筑评价与等级的划分，这个呢，在我们教材里边原先老教材有，但是呢没写的不够全。今年呢把这个地方写全了，而且呢改动呢相对来说比较大啊。那么首先看阿拉伯数字一，绿色的建筑评价。特别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呢，由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的利用，还有什么室内的环境质量、施工的管理、运行管理7类指标。这是我们建筑评价指标有7个，哪7个呀？节地与什么与室外环境、节能与什么能源利用。节水与我们什么呀？水资源利用，节材与什么材料利用？这前边说不就是四节呗，对吧？你看就是四节吧，四节加上什么呀？加上你的室内环境质量，加上你的施工管理，加上你的运行管理，四节加上3个，这3个不就行了吗？你看，四节指什么呀？节能、节水、节地、节材，不就4个吗？你看是节水与水资源，节能与什么？与能源利用，对吧？节地与什么？与室外环境，对吧？节水台与材料什么材料利用，对吧？外加什么这3个啊，环境质量、
是施工管理和什么运行管理，对吧？这是我们的4、7大指标啊，这七大指标你要知道。然后我们再往前看阿拉伯数字二，绿色建筑等级的划分。我们绿色建筑分为什么呀？几个级等级呢？分为以下这几个等级啊，三个，哪三个呢？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就三个等级啊，一星、二星、三星。那么写错了，每类指标评分项得分不应该什么呀？小于40分啊！你每一类指标的评分项你都不应该什么呀？小于40分。当绿色建筑总得分分别达到50分的时候，那就为一星级；60分的时候为二星级；80分的时候为三星级啊！也就是什么？你的分数越多，那么星呢也就越多啊！你比如说，我们美国它就会什么呀？它会什么？一星、二星、三星、五星上将，对吧？那么总统呢就是5星上将，对吧？星越多，那么星星越多，什么呀？你的管理这个什么，在美国的话，星星越多，对吧？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那五星就是什么？美国总统每年都是五星，对吧？那五星上将权力大不大？那肯定很大，对吧？所以要求什么？要求你的得分也得高啊，对吧？好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我们的评价指标不有七个吗？对吧？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节材与材料，施工管理，运行质量。啊，我们主要围绕着以下这六个里边的进行看看它的评分项的名称啊，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节地与室外环境，它的评分项包括什么？包括什么呀？土地的利用，你家是节地，那当然土地的利用吧。你是室外环境，得有室外环境吧。交通设施、公共服务、场地设置，还有什么场地生态，对吧？这是我们什么呀？节地与室外环境的评分项包括啊。第二个，节能与能源利用的话，包括什么评分项呢？建筑与维护结构、供热、通风与空调、照明与电器、能源的综合利用啊，这是它的评分项。第三个是节水与水资源利用的评分项，节水系统、节水器具及设备、非传统水源的利用啊，这三个，这是它的什么呀？评分项。再往下看第四个，节材与材料利用的评分项，主要是什么呀？节材的设计。材料的什么呀？选用这两个。第5个，施工管理的评分项包括什么呀？包括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过程管理、运行管理呢？包括三个：管理的制度、技术管理和环境管理啊。这三个呢，属于什么？它的运行管理什么呀？评分项啊，要求我们对于每一个评价指标这6个到底包括哪些评分项？要求这个呢，作为我们的多选题。以及呢案例题的背考点啊，好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第2章的第一大节项目组织管理里边的第5小节，关于我们施工现场消防啊，施工现场消防。那么施工现场消防，我们主要呢看一下2012年出现过一次案例，2013年一个案例，2014年一个案例，2015年一道多选，2017年一个案例。所以说这一节呢主要是以案例的为主，所以我们预估一下这一小节在我们今年考试里边。大概呢出现到一个选择题加一个案例，大概的分值呢在4到5分左右啊，4到5分啊。那么这小节呢，在我们今年一定要什么呀？一定要引起什么呀？重视，因为这小节呢部分的内容呢是我们教材呢新增加的，可考度呢是非常的大，所以要注意这块啊。那么这小节我们主要围绕着以下这2个考点来进行什么呀？进行讲解。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考点。关于我们施工现场的防火的要求，那么这里边关于防火的要求，第一个考点里边的黑标题，建立防火制度。那么我们任意一个施工现场都要建立一个义务的消防队，记住啊，是义务的消防队，自愿的啊，不给钱啊，义务的消防队啊，一旦发生火灾，你得快速的什么呀？快速去给我灭火啊，义务的消防队得建立。人数不能少于施工总人数多少呢？10%。那也就是总人数是100人的话，你得至少得给我建多少呢？10人的一个义务消防队。一旦发生火灾，10人呢，立马给我冲上去灭火，对吧？这第一个的啊，建立义务消防队，人数不能少于总人数的10%。就再往下第二个，施工现场动火等级的划分。那么这个呢，做我们今年新教材增加的内容啊，希望各位学员呢，对于这块什么样的才算几级动火，以及他们动火的审批的程序，要求大家呢这块选择题要求大家呢要会。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我们的动火等级划分为3级，有1级动火，有2级动火，有3级动火，对吧？总共3级动火吧。
那么一级动火我在这儿呢不用给它念，大家自己把一级动火念上一遍就行了啊。我们主要看二级动火，什么样的才算二级动火呢？注意这三个啊。他说在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非禁火区域内的临时的旱割作业，哎，我们有一定的危险因素，而且是在非禁火区域内的临时旱割作业，这算什么？二级。第二一个是什么？小型的油箱，二级。三，登高旱割，二级。这三个属于什么？二级动火。三级动火一样，简单看一看就行了。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如果说把二级记火，二级动火你一定要记清楚。只要你把二级动火记清楚这三个，记住啊，一定要记住，你要是比动火，你要比危险因素要比二级动火更加危险，那就一定是一级。你要比什么二级动火的危险因素要更小，那就是三级，对吧？这块我们要注意什么，考试的时候有可能给你出相应的例子，会告诉你，问你下列哪些场所属于一级动火，或者哪些场所属于二级动火，哪些场所属于三级动火，你要自己能够选出来啊。那么对于二级动火要记清楚啊，总共三个啊，三个。只要比二级动火危险因素更大，那就一定是一级。只要比你二级动火危险因素更小，那就是十三级，对吧？所以我们把二级动火记清楚就 OK 了。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考试的话呢，主要是错为什么？给你出相应什么呀？相应的什么呀？给你举个例子，你要知道它是哪几级动火就行了。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一个黑标第三，施工现场的动火审批的程序。那么这个动火审批的程序，一单选题呢可考，二案例的判断改错也可考。主要是注意几级动火它的编制人是什么，以及审批人是什么，对吧？单选题就考这俩，案例判断改错也就这俩呗。然后我们首先我先看这个，它说什么？动火证当日有效，也就动火证呢你当日是有效的。比如说我办了一个动火证，比如说是今天的，那么你就今天有用，那明天呢就没了，没用了啊。你不能说我今天没有实行旱割作业，那明天用不用可不给？不行，明天你可得办啊，得接着办。特别如动火地点发生变化，则需要重新办理动火审批程序。比如说我在办理动火证的时候，它上面有动火地点在什么位置，你得写好。写好了，比如说我在第十层进行旱割，结果我当天呢不是在第十层，我在第九层，行不行？那用那个动火证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你的动火地点发生了改变，一旦发生改变，你就得重新办理动火的审批程序啊。那我们总共呢有三级动火吧，那我们首先看第一级动火，一级动火它呢安防火的安全技术方案由谁来编制呢？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编啊，项目负责人编，因为是项目负责人，就是我们的项目经理，他是我们项目上施工单位在项目上的一把手，所以你想想项目负责人编的东西，你说谁有资格来审啊？项目上肯定没有资格，谁啊？所以找谁呢？找企业的安全管理部门。编制审批要记清楚啊。二，二级动火我们呢是进行防火的安全基础措施，那么谁来编的呢？项目的责任工程师啊，项目的责任工程师来编的。那编完过谁来审批啊？项目负责人来批，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我们的项目的安全管理部门啊，这两个部门呢可以来批啊。那么这是我们的二级动火。三级动火呢，动火申请表谁填写的呀？班组，所在班组的班组长弄的。那么谁来审批啊？项目责任工程师和安全管理部门。特别要注意啊，一级二级动火三级动火的编制人和审批人单选以及呢案例的判断改错你要会。好了，我们看下边这道例题，同学们，二级动火作业由谁来审查批准？谁呀？二级动火作业你先说谁编的吧，项目责任工程师。谁批的呀？一级动火编的人来批。那么一级动火谁编的？项目负责人。所以应该可以由项目负责人来批。除了项目负责人还有谁？项目的安全管理部门也可以。所以说他这两个都可以吧，所以当然选择我们的 B 选项。我们的企业的安全管理部门他是批谁的？批级动火，批一级动火。一级动火谁编的？项目负责人编，企业安全管理部门来批。二级动火就不用说了，项目责任工程师来编，
然后呢，项目安全管理部门和项目负责人来批。三级动火由所在班组的班组长来编，由我们的什么呀？由我们二级动火的责任工程师，由我们什么安全管理部门来批，对吧？这是三级的啊。好，我们接着看下边这个例题，同学们，在施工现场，对吧？现场施工属于一级动火作业的是什么啊？对吧？这个考的是哪些情况下、哪些场所施工，对吧？它算作是一级，哪些情况下算二级，哪些情况下三级动火，对吧？那么这个地方呢，要求这样的题你要会做啊，选择你要会做。那么你看一下，哪些情况属于一级动火呀？我们要知道哪些情况属于二级，这是我们要求一级的吧？哪些情况算二级？你看第一个，登高的电焊，登高的焊割作业算什么？算二级啊，对不对？二级。比较密封的地下室，对吧？小型油箱，二级动火，对不对？然后呢，无明显危险因素的露天场所，那么无明显因素，而且是露天场所，几级啊？肯定比二级还低，说明是三级。那么你看，一级动火是谁？那肯定是比较密封的地下室了呗。相比而言，比我们怎么样？它的危险因素来说，比二级要高一点。所以答案选什么？答案选我们的 B 选项，不是说了吗？对吧？所以说啊，你要知道哪些属于二级啊就可以了。登高焊割那肯定是二级啊，小型的油箱那肯定是二级。那时候这么来说，危险因素比较大的登高焊割作业那算什么？那就算一级了，因为危险因素高一点啊，对吧？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四一个，关于我们施工现场的防火的一些要求啊。我们主要知道是什么呀？我们各种材料堆放的间距啊。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危险品与危险品之间存放的距离啊，要求呢至少是10米以上。危险品与易燃易爆品它们之间的距离啊，要求呢30米以上。易燃易爆品距临时焊割作业点要求呢30米以上。焊割作业点距离我们的氧气品和乙炔品它们之间的距离呢10米以上。而我们这两个氧气品和乙炔品距明火火源的地带要求呢10米以上。而我们氧气品和乙炔品它们之间的存放距离2米以上，因为就存放嘛，对吧？所以说这边没有人，所以说可以存2米以上就行了。而且要求什么？使用距离多少呢？是5米以上。那么这是距离，而且我们一般情况呢，上班的旁边呢会得有什么相应的独立的房间，而且我们里边有相应的警示标志，对吧？哎，都会有啊。那么这边距离有10米的，有2米的，有5米的，有30米的。那么怎么来记呢？其实比较简单啊，只要是和易燃易爆物品接触，距离都是30米以上，是吧？只要是和易燃易爆物品接触的，那都是30米以上。如果说不是的，那基本上都是10米，对吧？基本上都是10米以上。那么氧气瓶和乙炔瓶这两个瓶子，存放距离2米以上，使用距离5米以上。那么这个四我们就记完了，啊。我再说一遍啊，只要是和易燃易爆物品接触的，距离都是30米以上。如果说不是，那就是10米以上。氧气瓶和乙炔瓶存放距离2米以上，使用距离5米以上，对吧？这是我们这个啊。好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第二个考点，关于我们施工现场的消防的管理里边的大小招，消防器材的配备。我们消防器材的配备里边，我们消防器材呢，在我们一些场所里边，比如说我们有灭火器，对吧？我们灭火器有什么？有干粉的，对吧？有这种，有还有别的的这种的，对吧？材质的啊，我们有干粉的灭火器。当然，我们在除了有灭火器，还可以什么？我们也可以用水呀，我们可以用沙来灭火，对吧？都可以啊。首先，我们看双块一，怎么样？临时搭设的建筑物区域，每100个平方米要配备什么？两个10升的呀灭火器。大型的临时设施总面积超过1200平方米的时候，那么应该配备什么？配有专供消防的太平桶、集水桶或者集水池。太平桶是那种小桶，那么我们的集水桶、集水池呢是比较大的，里边装很多水。我们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用这个太平桶在这个集水桶里边舀水驱使灭火啊。还有呢是什么？黄沙池。我们为什么要有黄沙呀？你比如说我要是电线漏电了引起火灾，那你怎么能够浇水啊，对吧？那只办法怎么？那就给我弄黄沙呀灭火。还有什么？且周围不得堆放什么易燃物品啊。再往下双块三，临时的一些木料间、油漆间、木工机具间、
要每25平方米配备一支灭火器。那如果说是30平方米的木箱公车间呢，配备几个？最少配备几个？那就配备两只吧。25平方米一个，那30平方米你是得给我来两个，对吧？再往下看，五，消火栓之间的距离不能大于多少？120，这么说了啊。消防箱内的消防水管的长度不应小于多少呢？25米。消防箱里边有消防水带，那么这个消防水带最少都是25米长。好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灭火器的设置要求啊，灭火器的设置要求啊。双块一怎么样？灭火器应该设置在明显的位置，因为一旦发生火灾，我希望什么？能够立马什么？立马看到灭火器拿过来就能救火，对吧？因为呢，耽搁了时间，这个火呢，可能呢，燃烧了就很大了，灭火了就很困难。他说，如什么房间的出入口、通道、走廊、门厅以及楼梯等等部位，那么这地方比较明显，基本上能看得到啊。第二个什么呀？灭火器的名牌必须什么呀？朝外。我们灭火器呢是有名牌的，你看这个，那么这个叫名牌。我们名牌要什么？要朝外。你看这样，要朝外边了。朝外边了，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什么样的品种的灭火器，按照什么样的方法来使用，对吧？我们能看得特别清楚啊。再往下看，双块三，手提式灭火器设置在挂钩、托架上或消防箱内。手提式灭火器就这个东西啊，这是我们手提式灭火器。我们可以把这个灭火器夹着，然后呢就直接把这黑色的软管、灭火器的嘴对着咱们，一旦把它拔钩，把这个灭火一般的把这个黑色的管对着什么呀？火源，然后呢往下压就可以了。这是手提式的灭火器啊，可以把它挂来，还有一个把它挂在挂钩上。比如说，我可以把它挂在挂钩上，这是不是挂钩上的吗？我同样可以放在哪呢？托架上，还可以放在哪呢？消防箱里边、灭火箱里边啊，都可以啊。当然，如果说我们这块地面比较干燥，也能够直接把它放在哪呢？地面上，但前提是什么？地面比较干燥，不然的话，这块会什么？很容易受潮的，对吧？同学们，其顶部离地面的高度应小于 1.5 米，不管你把它挂在挂钩上，还是放在这个托架上，要求你的顶部离地面的高度要多少呢？ 1.5 米以内。很简单，如果说把这个灭火器放在3米，你能够着吗？你又不是姚明，对吧？你总不能至于一旦发生火灾了，我还去找梯子再来够这个灭火器啊，对吧？时间是不等人的，所以要求什么？要求你矮一点啊，矮一点的，因为 1.5 米你要在 1.5 米以内，大多我们人均的平均身高，你怎么着也不可能 1.5 米吧？你把手举在台不到 1.5 米，那你说你这个人的身高才多少米，对吧？第二个呢，其底部要求离地面的高度大于 0.15 米，底部离地面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呢防潮啊，主要是为了防潮。再往下看，第四一个，重点部位的防火要求，里边的双块大写的一，存放易燃材料的库房、仓库，它的一些防火要求，双块一怎么样？易燃材料的仓库应设在水源充足、消防车能够驶到的地方，而且处在什么呀？下风方向，因为这是易燃材料的库房。我们当然了，一旦发生火灾，你得有水去救它呀。所以水源充足，水不够了，找消防车呀，对吧？消防车得驶上呀。另外一个还得找到呢，处于下风方向，记住不能上风啊。你比如说，我如果说这样刮的风，刮过来风向，那么如果说我们此时这个易燃材料放在这儿，我们旁边还有别的，那么我们风就会把这儿的火相关的什么呀，火星会吹到什么这个地方来，从而有可能导致这个地方呢也会发生火灾。所以我们要把这哪儿呢布置在下风方向，就是你发生火灾了，你往下边一吹风，下边啥都没有，那不会引起火灾，主要这个作用啊。再往下看双块，易燃材料露天的仓库的四周内应有宽度不小于6米的什么呀平坦的空地作为什么消防通道，通道上禁止堆放什么障碍物，一旦发生火灾，你上有障碍物，消防车驶不进来，那可不行。再往下看双块三，柱量大的易燃材料仓库应该设置两个以上的大门，这里边的易燃材料堆了很多，我们要设置两个以上的大门，并且呢要将生活和生活辅助区与堆场呢分开布置，免得到时一旦发生火灾挨得特别近，那怎么着引起什么相互之间串联燃火了，那可不行。就再往下看双块七，说什么可燃材料的库房
单个房间的面积不应该超过多少呢？30平方米。如果说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的库房，单个的房间建筑面积呢要小一点，不应该超过多少呢？20平方米。房间内的任意一点，指最近的疏散门的距离，不应大于多少呢？10米。房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了0.8米。正常情况下，我们比如这是个房间，我们只要在这设了一道门，那么这个房门的净宽多少呢？净宽不要求什么呀？小于 0.8， 也什么要大于等于 0.8。 房门越宽，跑了就非常容易跑出去，你要是窄了，哎，相互之间呢有点挤着不行。另外一个，房间内的任意一点，就是这儿的一点也好，这儿也的一点好，这儿一点好，只要记住任意一点至房门的这块的距离，要求都是什么？要求都要在什么？10米以内。这样的话呢，能够最短的时间就能够呢跑出去，对吧？好了，我们看下边这道例题，同学们，关于我们施工现场消防管理的说法中，正确的有哪些？正确的啊？首先看 A， 同学们，动火证当日有效，那肯定正确啊。B， 施工现场严禁吸烟，正确，因为吸烟容易什么？引发火灾呀。C， 应该配备义务的消防人员，对的，而且是义务消防人员的总数啊，它的数量不能少于施工总数的什么呀？10%，对吧 ？D。易燃材料库房应该设在上风方向，那你下方要是有别的，那就容易什么呀？一块引燃了，所以不对，下风方向。一，油漆料库内应设置调料间，这儿的调料间可不是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做菜、炒菜的这个调料啊，这儿的调料是什么呀？是多个混合间。你比如说我买油漆，它是一个混合物，我在这混合来调料，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油漆调料这个什么呀？油漆料库，我们那应该设置调料间吗？不应该设置，应该什么？调料间应该单独设置。为什么？因为一旦发生调料这块引起了火灾，那你烧你的就行了。我实在救不了火，我就烧这个调料这个间就行了。如果你把调料间放在油漆料库这里边，那是不是又一块就烧了，连带着就烧了吧？所以答案来选择我们的 A、B、C 啊，答案选择 A、B、C。好了，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的第二章。第一大题，项目组织管理里边的最后一个小题 ,EA42-1060, 技术应用管理。那么技术应用管理是我们今年新教材新增加的知识点。那我们预估的分值大概是在2分左右。那我们以下主要围绕着以下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讲解啊。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考点，关于我们施工试验与检验管理里边的黑标第一，什么呀？施工检测试验管理的一些基本规定。第一个什么呀？检测试验管理制度应该包括什么内容？这是包括什么样的内容？要求这个地方要么考案例，要么呢就不考了啊。案例一般以问答题为主啊。我们检测试验的管理制度，我们包括什么呀？岗位职责、现场试样的制取和养护管理制度、仪器和设备的管理制度、现场的检测试验安全管理制度、检测试验的报告管理制度，也就是我们这就是什么呀？总共呢有以下这几个属于我们检测试验的管理制度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检测试验技术管理应按照下列程序来进行。什么程序呢？一，先要制定检测的计划，制定好计划过后，然后呢我们叫抽试样了，叫制作试样。制取试验完成过后，我们干嘛了？叫登记台账，要登好记，做好账。然后呢，没问题送检，然后呢是检测试验，然后是什么？检测试验的报告来进行管理。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啊，这是一个程序。好了，我们再往下看，看见没有？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检测试验的组织管理和试验。和实施由谁负责呀？施工单位啊。我们现场的检测试验的组织管理和实施是施工单位做的啊，施工单位做的。当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的由谁来做？那就由总承包来负责。分包单位按合同的确定施工范围各负其责啊。正常情况来说是什么呀？检测试验的组织管理我们由施工单位负责，实行总承包的那就由总承包负责就行了。这是我们第二段文字的啊。再往下看下边这个，施工单位的及其取样送检人员必须要确保提供的检测试样
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你不能弄虚作假啊。你比如说你取样的时候是不是随机取的呀，对吧？你如果说你是有意而为之，那可不行，对吧？那这样的话你丧失了这个抽取试样做的什么呀，它的一个真实性以及它代表性了。所以我们施工单位做这个东西一定要确保它什么这个试样的什么真实性以及它代表性。见证人员必须对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过程实际是什么呀，见证。我们一般喜欢见证人需要见证我们整个取样封样送检的全过程。就我取的时候它叫见证，我见证你看你是不是随机取的，哎，就怕你有意而为之。第二个呢，取好过后我还得封样，怕你什么呀，给我换包了掉包不行。最终我还得跟你一起送样，我送样的时候我也得见证啊。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见证什么呀，全过程啊，全过程。且必须确保见证取样和送检过程的什么呀，真实性。检测机构应确保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还有准确性啊。我们检测机构你在检测的时候你也不能弄虚作假啊，你要别人给你送的什么试样，你检测的时候对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你要负责啊，你不能被施工单位给收买了啊。好了，我们最后再往下看第二个的施工检测试验的计划啊。说施工检测试验计划应在施工前由谁来进行编制了，施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组织编制的啊。谁编制的？施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啊，注意这个人啊。说什么呀，并应报监理单位进行审查和监督实施。这个施工检测的试验计划啊，你要知道谁来组织编制的，施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再往下看，施工检测试样计划应按照检测试验项目分别来编制，就是检测不同的项目我们编制不同的什么呀，这个试验计划啊。那么应该包括以下内容啊，包括什么内容呢？一，检测项目的名称，你到底检测项目，这个项目的名称是什么你得有。二，检测试样的参数。三，试样的规格，比如说我们要做试样，你做什么样的尺寸的呀，150,150,150,还是 70.7,70.7,70.7, 对吧，尺寸你也有啊。代表的批量啊，代表批量。五，施工的部位。六，计划检测试验的时间啊，这是我们需要什么，你在做试验计划的时候检测的项目你应该包括以下的内容啊。接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施工过程质量的检测试验，怎么样，施工过程质量检测试验的项目和主要的检测试验的参数应该根据我们国家现行的标准、设计文件、合同要求和质量控制的需要来确定啊。这里边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最新项目的检测，那么你检测的试验的参数哪来的呀，很简单，一，看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有没有，有看着国家标准啊。二，看看设计文件里边有没有特殊要求。三，合同里边看有没有特殊要求，实在不行什么质量控制呗，对吧，所谓四个方面啊，标准、设计文件、合同要求以及我们什么质量控制，从四个方面来依据什么呀，这块的检测的试验的参数的数据啊。接着再往前看第四一个，工程实体质量与使用功能的检测啊。那么往下看，混凝土结构实体质量有什么，有钢筋的保护层厚度、结构的实体检验、用铜条件养护的试件的强度等等啊。那么这里边没说全，我们后边会讲的更全啊。就是我们混凝土的结构实体检验，检什么呀，要检验它的强度，要检验它的保护层厚度，还要检查的结构位置与尺寸的偏差，这我们后边讲的会更细啊。在这儿你简单知道这个行了，我们后边会再说几遍呢。关于这个实体检验我们会讲好多遍的啊。接着往下看，维护结构我们的实体检验检查什么呀，维护结构检查什么，检查外窗的气密性能，还有什么呀，外墙的节能构造，就讲这两个都行啊。如果说是室内环境的话，污染物要检测什么呀，检测氡、甲醛、苯、氨、TVOC。我们室内的环境污染物检测也检测这五个啊。所以说我们室内环境污染检测哪五个，氡、甲醛、苯、氨、TVOC。也就是我们简称什么，这个 TVOC 就是我们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简称 TVOC。
这是我们室内环境污染物的时候我们需要检测的什么项目啊？五个。如果它是维护结构，检查什么呀？检查两个，一个是外窗的气密性，一个是外墙的节能构造。好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第五一个，见证与送样啊。那么它是什么呀？需要见证检测的检测项目，施工单位在取样和送检之前要通知见证人。我们前面说过了，既然要见证取样，那么自然而然在你取样之前你肯定通知他，你不通知他你取了，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随机取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应该在取的之前，取样之前要通知他啊，我要见证你取是不是随机取的，而且我封样的时候我也得见证，送样我也得见证，见证全过程。再往下看，如果说见证人员发生变化了，就见证人呢发生改变了，变更了，那么鉴定单位应该通知什么呀？相关单位办理书面的变更手续。见证人员对见证取样和送检的全过程实行见证，并填写见证记录。这是刚才说的啊。再往下看，检测机构接受试样时应核实见证人员及见证什么记录，看看见证人员是不是这个真实的。见证人员与备案的见证人员不符的，或者是见证记录无备案见证人员签字的，那么不得接受试样。你比如说我备案的见证人是张三，结果你来的时候呢是李四，那不行，我不接受你的试样。或者什么，我备案的是张三，结果呢你来的时候也是张三，但是你在这个见证的记录仪上签字的是李四，那可不行，你得张三签字啊，签字的一样。再往下看，见证人员应核查见证检测的检测项目数量比例是否满足要求，看看你的数量够不够啊，你的比例是不是一样的，满不满足要求啊。这是我们见证与送检。好，我们就看第二个考点，关于我们的季节性施工管理。首先我们看黑标题，冬期的施工的技术管理。同学们，当室外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稳定的低于了五摄氏度，那么即进入了冬期施工啊，连续五天低于五摄氏度，那自然而然就进入冬期施工了啊，不是某一天啊，是连续五天的稳定气温啊。同学们，当室外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高于五摄氏度，那自然而然就解除了冬期施工。凡进入冬期施工的项目，都要编制什么呀？冬期的专项施工方案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冬期施工方案，什么才算冬期施工啊？连续五天稳定的低于五摄氏度，那就算入冬期施工了。冬期施工就编什么？要编一个冬期施工的什么专业施工方案。接着我们再往前看，双块三，他说冬期施工混凝土搅拌前原材料的预热应该符合下列要求。因为冬期施工，我们呢混凝土的入温度不能太低了，太低了过了早期的强度呢上不来啊，影响我们箱期的什么后期的什么进度。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在冬期的温度过低，我们需要对一些原材料需要什么预热，那么预热就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啊。那么首先我们在说这个之前，我们首先知道什么呀？我们真正的混凝土，就是我们混凝土在我们搅拌的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混凝土在搅拌的时候，它的这个掺料的顺序是什么样的，你要知道。比如说我们有粗骨料，有胶林材料水泥，有细骨料，有水，当然还有一些外加剂的啊等等。那我们在掺这个在下料的时候，下料的顺序是什么呀？我们先下了什么呀？我们先下料的是粗骨料，也就是我们先下的是石子儿。石子下完后，我们下什么？下的是水泥，然后再下什么？然后再下细骨料，就是沙，对吧？然后再下什么？再下水，当然有外加剂，你在后边添加就行了啊。我们一般正常来说都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那我们接着讲，说完这个，我们再往下说这个，说什么呀？一加热什么？半好水。这块的温度不够了，那怎么办？我把水给加热可以。他说仅加热半盒水不能满足热工计算要求，你说加水的把水的温度提高了，还这个温度还是不够，那怎么办？我可以加热什么？加热骨料。水加热不行，那我就加热骨料了呗。那么他说半盒水与骨料加热的温度可通过什么呀？热工计算来确定。你把水加热不行的话，我们再把骨料加热。如果说我们这俩加热工，我看看满足要求啊，通过什么？通过热工计算的啊。说当水和骨料的温度仍然不能满足热工计算要求，就是把水加热了，把骨料也加热了，还是不行，
怎么办呢？可提高水温至100摄氏度，把水温直接给我升到100摄氏度烧开。但是水泥不能与80摄氏度的水直接接触，记住啊，水泥是不能与80摄氏度水直接接触的啊。那你看这样来看，如果说我们在冬季施工的时候，我们为了什么呀，提高你的半毫屋的什么呀温度，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第一步干嘛？把水加热，这是第一步。那如果说加水不满足要求怎么办呢？我加热骨料，那么也是我粗骨料和细骨料我们都是什么加热，这是第二步。那如果说粗骨料细骨料水加热还不能满足要求怎么办？他说什么？把水提高什么？把水提高到100摄氏度。但是有个条件什么？80摄氏度上的水，80摄氏度上的水不能与水泥直接接触。那你就让他发现矛盾了。什么矛盾呢？我把粗骨料放进去搅拌，把水泥放进去搅拌，把细骨料放进去搅拌，最后才加了水。那么水泥要是把水提高成100摄氏度，那么此时水和100摄氏度的水，100摄氏度的水和水泥就直接接触了，对不对？那一定会直接接触。那这个怎么办呢？怎么办？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如果说你加水加热骨料都不能满足要求，要把水温提高到10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改变投料顺序，是吧？我们改变投料的顺序，怎么改变的呢？我们先干嘛呢？我们先进行一个什么粗骨料和水，我们先把什么？我们把骨料放进来啊，我们把骨料，我们把骨料和水先放进来搅拌，对吧？我把骨料和水放进搅拌，你看我骨料和水都把温度升高了，我把水来提高到100摄氏度的时候，那是不是和骨料还是在放在一起搅拌？和没水泥，我水泥放都没放进去，对吧？等我把水温提高到100摄氏度的时候一直在搅拌，在搅拌的过程中是不是就会损失一部分的热量？会吧。等它一直搅拌，搅拌的时候损失到热量的时候，我再等到水温不足80摄氏度的时候，比如说70多摄氏度的时候，我然后再加什么？再加水泥。那么再加水泥，这样就不行了吗？对吧？我先把骨料和水进行搅拌，那么这个时候水温度比较高，和骨料接出来的，将它先给我搅拌，搅拌好了过后比较密实了，快了，那我这个时候呢，因为呢搅拌了一段时间，那么此时温度也就会降下来，那么降下来的时候我再加水泥，再加水泥，那么此时这个水泥和水那就没有直接接触80度以上了，哎，这样呢也会满足什么热工计算，我最后还可以加什么，加一些外加剂或者散热料啊，都可以啊。那么这是关于我们这一个的，记住啊，这是这个关于我们冬季施工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投料的啊。好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单块，这边水泥外加剂矿物掺和料不得直接加热，也就我们的水泥能不能把它直接给我加热呀？不可以，外加剂矿物掺料都不能直接加热，但是可以事先什么呀，注于暖棚内预热，我不能直接给你加热，但是我可以把它放在什么呀，放在你的暖棚里边，哎，给你预先热一热，哎哎，我不能直接加热啊，可以预热，可以。接着再往下看双块四，混凝土的半合物的初级温度不宜低于怎么样？不宜低于10摄氏度。那么你的入模温度啊，入模温度不宜低于多少呢？不宜低于5摄氏度啊，不宜低于5摄氏度。那么我们作为相关，我们做过相关的实验啊，我们相关实验做的测得数据，只要你的初级温度，我们如果说按照10摄氏度来算的话，如果说你的初级温度大概10摄氏度的话，你的入模温度大概最低的时候也就在5摄氏度，是吧？如果说我初级的温度按10摄氏度来取把它除去，那么此时你在浇筑的时候，那么此时最低的时候也是5摄氏度，你的初级温度不能低于10摄氏度啊，入模温度不能低于多少呢？5摄氏度啊，注意这个，因为入模温度太低了呢不行啊，太低了是不可以的啊。那么这是我们第二章的第一大节，关于我们施工组织管理的相关的这一小节啊，这一大节。那么这是我们第一大节的内容啊，那我们今天的课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希望各位学员呢对于我们第二章的我们的管理部分，一般大多数呢都是我们的案例，所以对于我们这里边所讲的内容呢，该记的地方呢要去大家去记，该背的地方呢要去大家去背，下边呢在课后呢多加练习，多听几遍，好吧？那么使我们什么呀，在我们早期的过程中，在我们八月或者七月的时候能够步入什么呀，能够多看多记多练题啊，为后边呢夯实一个比较什么呀良好的基础。那我们今天呢关于我们第二章的第一大节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再见。